两年。很好，这位先生，您给您点了首歌，您方便听吗？谁呀？这是谁呀？给我点歌，是要表白的吗？该不会是刘总吧？他今天早上给我买早餐，我有吃哦。应该不是的。他说有一种男生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花心，脾气很好，也不喜欢去娱乐场所，对喜欢的人消息秒回，只要他开口，不管东南西北都会顺路。如果能为他做点什么，决定马上放下所有飞奔过去。如果他做我女朋友的话，一定要把他宠上天。是吗？我满心欢喜地幻想着，这样的男生应该很讨女生喜欢吧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女孩只会觉得他是舔狗，对于你来说也是吧，所以就不再打扰了。哎，又是苏鹏是吧？他想干嘛啦？哎，我们只是普通同事，哎，是他自己哈，什么都要主动来帮我做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又是他自己天天要送礼物，那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收啊，他非要我收啊。嗯，现在要说这种话什么意思啦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是舔狗啦？嗯，他要是想继续追我呢，你就继续对我好，我也不拦着，对吧？没必要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呀。那他要是不想追我，不想对我好了，也没有关系啊，好走不送啊，后面有多少人排队啊，又不差他这一个，真是的。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